谢谢这位大哥，底气足啊，底气足就是男的呀。嗯，刚才这是我儿子，哎，刚才哪是你儿子？刚才站这边这是我儿子，那那边那不算，那是我儿子。不像啊，谁他妈？他妈给我盘去了，大眼灯似的。这个过年了，嗯，北京德云社封箱是。这其实说句良心话，嗯，这是人家戏班里边的说法，人的规矩。封箱，对，把所有唱戏服装的箱子全都贴上封条，哎。就说今年的演出就到这儿不演了啊，把箱子封上，再有什么事儿，嗯，转过年来过了春节再开箱，哎，再演，我们沿用了这个称呼，嗯，那么后台我们也没什么箱子，嗨，就一人一个包，嗯，拎着就走了，嗯，简单说封箱只是说啊，丙戌年的演出到此结束，这个形式啊已经过了十二点了，嗯，于老师呢是陪您过夜的演员。可以这么说啊，这么晚大伙都没走，好啊，嗯，多听听相声是有意思，相声不敢说高台笑话，最起码劝人向善，教人学好，对，我就很喜欢这个艺术形式啊，嗯，唱的跳的垫的练的我都爱，嗯，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文化人，那不客气，文化人，对，怎么呢，舞文弄墨，哦，写字儿，书法，画画，呵，算术，天文地理，一部形象研究的还挺多，都瞧过，哦，爱画画，是跟家里研究梅兰竹菊山水人物全画，喜欢，我最喜欢那个北宋有一个那个大画家，谁呀，张择端，哎呦有名啊，你知道啊，有，知道知道，画的那个，嗯，清明上坟图，对，他就描绘了北宋清明的时候啊，这些人别讲了，寡妇们呢 啊上坟图，行了行了，逃丧的时候，哎呀，幸福场景什么呀，最得意这个，您看什么小寡妇上坟呢，是怎么清明上坟图吗，没有，清明上河图，上和尚那儿图去，和尚那儿图什么的，有什么可图的，就是上河图，上河图，嗯，画，嗯，照人家瞧，那叫临摹呀，真的咱见不着啊，嗯，在故宫里头搁着，对，咱买那画片儿，哦，搁着，嗯，看照着画，嗯，画的跟真泥，那就那么像小嘛，嗯，画完做旧送到潘家园都挂那儿，买外国人，您这做假画的，您艺术品外国人认头啊，啊，好看，你瞧这年深日久，嗯，黄焦焦，他很喜欢，是是啊，回家也挂，过些日搞来了，嗯，为什么这个买回去下雨屋里很骚的慌呢，是吧，您撒尿做旧啊，您很弘扬国粹嘛，是吧，哪儿国粹啊，画画嘛，画画，练毛笔字，练毛笔字都写，没事做我就写啊，哦，哎，连画带着，哎，办证再写，办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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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写个差，写个差再画一圈，哎，我就爱写这个，您写点有用的行吗，嗯，对，我喜，我好这个，好这个，因为我本身来说吧，就是爱好很广泛，嗯，天文地理、艺术、星象、动物、植物，没有不懂的，全学。哎，有朝一日我，比如说我研究点科学什么的，嗯，是吧？我弄个太空飞船，这都是有可能的。您自个儿弄一太空飞船，买点白铁皮啊，当当当都砸你的，砸烟囱的那是。太空飞船嘛，是吗？在时空隧道里边穿梭，嚯！把船搁进时空隧道里，嗯，做好了，关上门，赶紧把插销插上，啊，还有插销，重要，嗯，一给油，
时空隧道里穿梭，是两边的电杆拿唰拽着。您这不是在时空隧道里穿梭呢，您这黑胡同里开摩托呢。研究科学嘛，我看着这像啊。什么科学？这你说这你不懂，我是没干过这个，不懂。哎，我好这高科技，电脑。电脑我倒研究，我接触电脑最早，是吧？你说刚出来那会儿，嗯，那会儿好些人都不知道，咱们就跟家里边打电脑了，就开始干。你们这砸电脑，不是打电脑的，打电脑吗？是吧？打电脑吗？打扬琴，您这知道？聊天吗？在网上聊天吗？拿手聊天？打字儿吗？这么比就对了啊！跟网友们，我们在 SM 上聊天啊？搬过来，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哎呀，行。行了，拦着我。啊，您还去那打人的是吗？烦死了，是不是？现在的嘛，就这，别说了，别说了。M S N 知道吗？第五 F M 没有，有吗？没有。我就聊天吧，跟网友们聊天，来聊聊，都这样了，还聊什么呀？下载那大片看。哦，我爱看那个外国导演拍的那电影。谁呀？我就爱看那个斯皮尔哥哥。对啊，有大腿没有？这里头有的有。什么有的有？斯皮尔伯格。我说的那是，您说斯皮尔哥哥，外国人的名字他就调过来说，这已然调过来了，这个还调一回干嘛呀？白嫖哥们啊。不是叫哥哥，你们这不是哈，就叫斯皮尔伯格。我就爱看他的，嗯，人家弄了那个片真好，是吗？那里边片子里那个外国人说那个外语，哎呀，真像外国话呀。我真听不懂啊，我不是说瞎话，我就是确实听不懂，知道吗？肯定听不懂啊，真的，我这就是外国。爱看人家画面运用好，是吗？斯皮尔伯格拍那叫大片叫什么？啊，一头猪的故事，思想性、艺术性很强。是吗？那搞一剧集叫另一头猪的故事，前后两头猪啊。今年春节那他那个剧集看了吗？没有。一锅红烧肉的故事，把猪宰了，这是。好，我喜欢这个，我就喜欢这个烧肉吃肉。斯皮尔伯格，好的，会玩吗？人活着就得为自己，别跟于老师似的。我怎么了？我看着都疼得很。怎么了？看着都疼得。我们这个都很了不起的时候，于老师还很可怜，有钱舍不得花。我干嘛出门打车都舍不得？嗯，等公汽车。那应该在那抱肩膀，不这样。等公汽车，我说你怎么着？等车，等车呗。我不来了吗？啊，819什么？不，我等特二，就这特二，我特二。你还特二呢？拐弯骂街不行啊！你看你那是你车子，你车子，你坐特二那个车呀！哎呀，你说明白了，这不是北京人闹不清这事闹，是北京人在骂你呢。你坐特二的公共汽车，对，您最好这么说，对吧？嗯、对吧？就说就是你生活的惨，怎么这有什么可惨的？你看看咱游山玩水，嗯啊，看大片，临摹那古画，嗯。S M S 聊天对吗？这个这辈子没白活，这就没白活。天下云游，哦，还旅游，我到处去玩，玩别走大事啊，玩对，玩完啊，坏了，我啊，坏了，我到处什么叫玩完？你说的呀，到处去游山玩水吗？啊，对，国内到处山水好地儿都去了，嗯，东三省我最喜欢东三省。东三省，东三省出美女，东三省出美女，对，东三省出美女，怎么呢？哎呀，我在全国哪儿遇见美女，基本都东三省。没去什么好地方，东三省出美女，是，苏杭二中，那是出美女，苏杭出美女，哎，我就喜欢苏杭旅游，是啊，河北省盛放。盛芳，我是霸州盛芳。嗯，盛芳出美女跟螃蟹。对，这挨得上吗？这怎么样？四川，嗯，四川川味多情，我喜欢四川。您出去没什么事儿，我告诉你。
就这点事儿了吧？湖南，我爱湖南，湖南，湖南啊，湖南美女甲天下，嗯，哪儿都画着呢，喜欢天下哪儿都去，嗯，哪儿越偏越好啊，嗯，家乡口那远远的，远远的，云南，啊，云南，风光秀丽，少数民族居多，对对对，啊，走了云南街上，嗯，呵，当当当当当当当，西游记是那儿拍的。猪八戒什么都在那倒好，讨厌！我感觉我不跟你爱爱母聊天儿，我跟你聊我也得去那挨打的。真的呀？你就在云南吧，云南旅游，我云南大街上，啊，对过来俩女的，哦，大哥，看看舞蹈吧。哦，那好，舞蹈什么舞蹈？嗯，民族舞。哎呀，北京有，啊，您见过不穿衣裳的吗？不穿衣裳啊！不穿衣裳，我知道你哪民族的。不看，走我的啊，往前溜达。哎，啊，当当地的这音乐就不用伴奏了。哎，但是当地少数民族居多啊。对啊，云南啊，还有那个傈族，你知道吗？傈族啊，行了，哎呀，行了行了，这族里不剩什么人了吧？你看什么叫傈族啊？傈族嘛，傣族，傣跟傈不一样嘛，这不能通用，这个知道吗？傣着了，傈着了不一样嘛，啊，这儿不一样，就说傣啊，傣族，傣哈，对了，碰见咱们那个族那个，嗯，那个傣人啊，傣族人，傣族人，哎，嗯，呦，没溜啊，这族人没溜，怎么没溜？弄死对着泼，哇！哇，弄我一身，我上去就骂街，我说干嘛呀您这是？怎么了？人这是泼水节，都拿开水泼。弄我一脸撩泡，你知道吗？俩跳舞那俩女泼的我，你这是给那个一盆红烧肉的故事做准备的。你告诉我你那号，晚上给我加上去。我喜欢去。我爱旅游，嗯，港澳台我都去了，是吗？香港，嗯，我就爱香港，大香港，香港倒是热。香港新弄了一大公园，对，就仿造美国那个什么那些动物，嗯，动画那个卡通人物，有的那个比基尼公园。我可没上比基尼去过啊。是啊，我这回我好好，我花钱买票，嗯，我上比基尼里边，我得好好看看。你先等会儿吧。是，那里边管得紧着呢。比基尼公园都是那个米老鼠、唐老鸭吗？那个，没有你些这玩意儿啊！你说的那是迪斯尼公园，翻译过来了。这靠边呢，这个不是翻译，人就是那比基尼、迪斯尼差不多，太远了，差不多。对，我上那公园去玩去，到那儿，哎，我台湾我也得去。啊，台湾也好，台湾多好啊，日月潭。对，我弄一箱啊，只喝糖浆，我上那儿卖去。干嘛呀？喝了我这就没痰了。您上那儿化痰去了是吗？有一叫澎湖湾的地儿，你知道吗？知道啊，我得上那儿去。我记得那会儿有一叫刘文正的演员啊，刘文正，对，刘文正、张文顺、李文山、刘文亮，这都文字儿，老艺人，知道有一文字儿，老艺人，他唱那歌，啊，到现在我还记着呢。怎么？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北有椰林缀斜阳啊，这片海蓝蓝。刘文正开始是唱二人转的，不是就唱的歌吗？您这调不对。澳门，澳门呢？葡萄牙国去，我上那儿我赌博去，赌场。哎，澳门赌场最多，是我上那儿豪赌。哦，那赌场比这不大。那都灯管，都灯管，人家灯管，灯管灯套亮光，不叫一般。哦，当中一桌子，嗯，站一大姐那儿发牌，我得跟那个香港黑社会的赌牌，跟他们赌。豪赌，我站这儿。哦，他站这儿。嗯，他后边40来人，我后边40来人都戴保镖，都黑西服啊，嗯，是黑西服白褂子，嗯，白领带，都站好，一人墨镜啊，嗯，你俩对脸站着，嗯，那你说开始我们就开始，嗯。俩黑社会玩票房的呢，豪赌吗？小点儿，你们还谁告诉你的呀？豪赌吗？一把5分钱的，对呀，
咱们那儿见过钱。对，我去，这就国内这不算啊，最好是出国。那国外旅游，我喜欢出国，是吗？因为我本身我很喜欢吃西餐啊，那到那儿正合适，一手刀一手叉，对啊，人家大盘子给你上来，小饼，小饼，切开，切开里头有鸡蛋。卷上生菜抹上酱还有那肠这么这么吃，拿刀叉吃鸡蛋灌饼去上面。我能来吃，再来碗倒腾锅的面汤，哎，是是黑鸡蛋，我这爱吃这个，整一套中餐早点。国外嘛，旅游嘛，美国你去过吗？我没去。阿姨碗你净你二你错你别提这事儿行吗？大飞机美国旅行哦，美国，美国有一个那叫什么那个啊，那个女的那个，那个自由女神像是什么什么神像？举火把那个自由女神像。对对，好啊，这点我佩服美国人。怎么好学习？对了，女神这举火把，这拿本书，对，人家告诉你了，嗯，停电也得上课。就没有这层意思。美国，我爱去的啊。意大利我就差点，我爱去。意大利没什么可看的，怎么没什么可看的？意大利就俩，第一是黑手党，啊，很有名。黑手党我见过了，怎么在澳门那种？行了行了，玩过一回了已经，没什么意思。玩过黑手党，对。再一个就是比萨斜塔吗？你说斜塔好啊？斜塔没意思，我跟北京都看腻了。北京哪有啊？哎呀，我跟张文顺掰好些年了。上天的肩膀一高一低，现在看见歪的就晕了，是吧？不去意大利不去。哦，西班牙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斗牛？对呀，西班牙就斗牛啊。啊，那厂子里边跑牛，这拿着棍，对，赶牛，当当当地上，这牛非跑乱了不可。牛怕跑嘛，这样有人拿着布啊逗着牛，对，他可不是一个人，好几个人。王建祥讲话，他不是一个人。对，你再这么说，你快成一个人了。嗯，你们还能开除了我？这买卖是我的。嗯，拿着布吗？我记得有帮忙的。当然，一大堆跟前的伙计啊，是，他这一抖布，伙计们都喊：“嗯，掌柜的，小本儿，哎呀，都配了。”我说相声的哪儿都去啊，斗牛场了也使活。你说这意思，西班牙，西班牙，嗯嗯，还有一个就是那他们请我没去，埃及。哟，那是古国呀、啊！我对他们有成见。为什么？还有那个狮身人面像，对，歧视妇女，知道吗？这跟那有什么关系？应该啊，怎么了？你都狮身了，你还骂人家面，这不行。他就是没跑了，你知道吗？跑了就不行。这流氓的心态你很了解了。什么没跑了啊？我不去。狮子的身子，人的脸，把他拿过去了啊！我听说那儿还有那个木乃伊，那法老死人拿白布缠好了，搁那儿。对呀、啊，这要是扛出俩，弄个潘家园去，这发财了。您老憋着，什么上回您就扛俩那个西安的兵马俑了，知道吗？我说过那个吗？啊，说过，是吗？嗯，我扛俩出去多好，还没人知道。人有数，也有数，跟那兵马俑一样，晚上点数呢。太高科技了，全让他遇上了，知道吗？哦，晚上点数，一堆木乃伊躺好了，来管理员，64到，到65到，67，有67没人答应，你闲着了吧？你干嘛呀？你缠着白布搁那儿呢？不行啊，我跟我爸爸在兵马俑那儿站着。你要不说就忘了。什么记性？那你让你父亲去不去吗？哎，俩都站着呢。哦，一父亲一个爸爸都站着呢。俩，你俩爸爸？没听说过。没有啊，啊，不行。反正这是没什么意思。嗯，没什么意思。别去埃及，别找事儿。嗯，找事儿。泰国我是不去。怎么了？泰国不乐意，他们都上泰国，我不去。您怎么了？我们说相声叫范振钰的，对，上泰国去玩去。啊，刚下车就赶上兵变了。到现在还没放回来呢，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让他当娘娘去，痴心妄想这玩意儿，不去不去。嗯，法国还去，那是好啊，大伙儿都夸法国。对，说法国是一个很浪的城市。我一想，这是让我们郁闷了，知道吧？浪漫，
慢点浪。浪漫，这浪的就够快的了，你还慢点浪漫吗？浪漫的国家，法国，喜欢法国啊，我最喜欢法国，是吗？我有一个那个凯旋门，那叫啊，那是标志，对吗？对，我找他，找他那个，找他管理员，我给他租过来，干嘛？我把那头气死，我烧砖，改砖窑了，这小景德镇。儿子小景德镇到了法国，得上巴黎看看。对呀、啊，啊，巴黎有那叫衣裳，嗯，好看的衣服，据说都是巴黎兴的。嗯，有名，巴黎美女甲天下嘛。你也离不开这个，是不是？到巴黎，你知道巴黎哪儿买服装吗？我哪知道？哎，你去，必须给藏起来，都记着啊。巴黎，到巴黎买衣裳哪儿买啊？您说，巴黎有一动物园，动物园对过啊，那儿卖衣裳。你早去，你得会说。你说你拿货。您说那是北京动物园，知道吗？对面服装批发市场。我你记着，那我说没错。找就找瞎子，您知道那吗？还有一圣母院，你听说了吗？巴黎圣母院啊，巴黎圣母院，嗯，一进去大十字架啊，嗯，钉一光屁股老头。儿子这就亏心的，让人爷们瞅上，你知道吗？别胡说八道，行不行啊？这歇上，耶稣那事儿是吧？别胡说八道，不管什么时候噎上就完了，反正哎，咱定上就秃了，知道吗？别这个我要偷回来，搁庄稼地里能吓唬多少鸟啊？你爸跟那儿站着，点名我爸给答应了。您这老天，你抠我的！我最爱的就是我这个喜欢画画的，我必须要去法国那个专门摆着画的那个、啊、那个卢浮宫，知道吗？这得多骚气这里头，什么画气息呀、啊？卢浮宫老拦着我，废话，您都不对。卢浮宫吗？卢浮宫，卢浮宫里边都齐白石的画，齐白石的这居多啊。萝卜白菜画得好、嗯，你说人画一白菜好几十万，画得好啊。这要是画个新发地呀、啊，哎呀，画菜是咋呢嘛呀？这不专业的吗？就了不得了，都是齐白石画的啊。白菜、萝卜、茄子，嗯。鸡蛋、韭菜、腰白菜、牛肉大葱、鸡肉香菇的，齐白石净画馅儿似的。我画吗？我怎么画呀？我画吗？这都是艺术契机嘛。这你就跟我瞧吧。我瞧什么呀？我没事出国旅游去。我倒也爱玩，别净跟那汽车站那儿难受。我一直没等着特二似的。哎呀，你留。什么对的？什么我经常出门啊，经常我前些日刚出门，嗯，我上那个哪儿？俄罗斯，对，我你去过吗？我没去过，那就好办了。嗯，干嘛呀？我喜欢俄罗斯，嗯，俄罗斯美女甲天下。那个俄罗斯那歌啊，莫斯科郊外的卢主，听过吗？没听过。俄罗斯上好风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好嘛。您上俄罗斯扒火车去了，这是俄文歌，我给你翻过来的，我用你翻吧，翻过来，乱七八糟的。我上俄罗斯，我刚回来，前些日去的，是吗？哎呀，买票买头等舱，飞机，我坐飞机永远是头等舱，好，除非他把我轰出来啊，一回没坐过，知道吗？坐过，我怎么没坐过？没轰出来，废话，废话，买票的时候写着了，你看，你都得花钱，多花钱的，啊，人写着头等舱，对吧？经济舱，商务舱，嗯。站票是吧？站票，飞机上还有站票，你先买站票扶着嘛是吧？飞机还真晃了啊！吐的都行，都快晒往哪儿吐啊？吐完了裱好了挂卢浮宫去了，吐完就跟馅儿似的。对，你这说点你太恶心了，你废话，你吃的太杂了，知道吗？讨厌你讨，我就不跟你，我该很讨厌这个人啊。拿着票奔机场，嗯，给奔机场知道吗？知道了，飞机大飞机啊，上机场，上机场得过安检，对呀，得检查，安全检查，对，过那儿扣都解开了，嗯，全亮了。就是你要带着东西，你带着枪，这就能过去了。那是，哎，你就带着方天画戟，知道吗？狼牙棒啊，这都不让过啊，拿回去干什么用啊？挠痒痒啊，不让过，把扣解开了，还有安检的工作人员哈，嗯，过。干嘛呀？没事，提上吧，走。这位过瘾了，是怎么的？你很三俗啊！安
演有脱裤子的，就怕你他妈藏狼牙棒啊！你看。这主意也就您想得出来，哎，你要乐就乐出来了。合着意思，过完检，人有维持秩序保安，管理走，你走，管理走，别急，都有座啊，都有座啊。您说大座啊，大座啊，大座，小公共，知道吗？过完检，上飞机头等舱，最讲究就头等舱，是啊，头等舱宽敞，对，凳子也大，是吧？哎，这么大，几排坐着，坐好了啊。空气里给端水啊，先烫脚啊，头等舱烫脚，坐澡堂似的。哎，人家拿那个饮料的单子，嗯，先生喝点水没啊？跟那劫道的一味儿的，你这还勾着呢？废话，你拿相声连续剧这么干吗？拿着去，先生，你看喝什么？翻译成普通话，你们就喝什么吧啊？这是咖啡、红茶、绿茶，饮料。啤酒，井拔凉水都有，还有井拔凉水，这是这是开窟窿弄水吗？是吧？嚯，镇着青萝卜那比，沙窝萝卜跟飞机上镇着。对对对，就是了不起啊！往那一坐，点菜谱那什么都有啊。那先给你做，你点菜，鱼香肉丝，空姐给你炒。哎，都有烤馒头，烤馒头都不行，这多大烟子呗？这坐着还有炕，有烟子，有烟子啊。有烟的专门走热烟的，嚯，哎，走烟的，脚这儿有小帘儿，半圆的帘儿，是两回帘儿，里面小腿儿，干嘛的？撒尿啊，帘儿里边撒尿，对，谁接手上那儿尿去？尿完开窗户往上一倒，嚯，都拖对过飞机上哎呀，住大杂院儿呢，头等舱，是吗？哎呀，在这坐着，一会儿功夫，人家告诉你系安全带。对，系啊，你可以不系啊，当然，你要不系，你比飞机先到机场，这就扔出去了是吧？对，你说脸跟普洱似的那个，哎，那叫皮鞋现在，对对对对，坐，就等着吧，系上吧，等着，等了一会儿，人家空姐过来，几位下去受来给推一下，怎么不着了？大伙都下去推，推，当当当的当，哎呀，当当当当，一出猪八戒的飞机。废话，不用废话。走了，我们的伙伴，很讨厌，你知道吗？我就你这事儿，飞机没系安全带，他走了，他走了，他先到机场了，你讨厌了吧？什么？你等着吧，你得回那贵宾室，坐贵宾室等着吧。是，吃的方便面，吃的花生米。这等着一会儿大喇叭喊了有十到 K1546 架飞机的请与前台联系，飞机丢了，这都常有的事儿。什么常有的事儿？哎，一会儿来了来了，我们很生气，是吗？我迟到一分钟你都不等我你有点毛病等一天跟玩似的。是走上飞机，坐那儿奔俄罗斯，奔俄罗斯心目中的圣地俄罗斯出美女嘛，是吧？俄罗斯上好风光，行了，咱起我心安土地吧，行吧，不坐火车，就爱这个，到俄罗斯狗去看吧，你得学会学会当地哪儿逛哪儿好玩，旅游嘛，吃什么穿什么，对对，买的那个大皮脑皮袄，喝的那白酒，高度酒，高度1万多度，嚯，汽油也没那么高度的。我就爱喝他那夜敬酒，高兴喝完上警察局门口闹事儿，你上门口吐，哎呀，吐完警察，你这对我很好是吗？他有一个木头的笼子，就搁在笼子里站着，那叫站笼。对对对，我特别喜欢这个，是啊，喜欢这个所有去那儿人都不如我，我比他们多玩一景点儿。您拿站笼当一景点儿啊？喝可乐动不了，特别好玩这个，哎就是好玩。逛够了，放出来。跟街上溜达吧。好看俄罗斯银装素裹，一般到处都白雪。对，好一台白乖风光嘞，俄罗斯上好呀，是吧？俺提我心安土地了。行了，您怎么老问我山东枣庄这点事儿呢？讨厌，什么乱七八糟？你很讨厌，你这人搅和我给你上课呢。你上什么？你这样，你跟国外，你要出点事都没人救你，知道吗？我这么灵活，跟那儿我还迷过路呢。您还上战楼里站着呢，那两回事儿，知道吗？我跟这儿我还迷个路呢。迷什么路？废话，林子大了，哪国迷路没有？怎么迷路？我跟俄罗斯，我喝多了我就迷路了，我实在找不着住哪儿了。好在人有警察，是吗？我说老将，
劳驾分寸事儿、嗯、警察客家嗯啊先生要重视、嗯、上西安转一圈是吗啊不我这道迷糊了我想回哪哪您告诉我吧哦你是听真的你是听假的、啊、真的怎么说假的怎么讲、嗯、真的给我100块钱假的5毛我想这谁不得听真的吗是啊给100块钱告诉我给你啊我听真的、嗯、听真的、嗯、我也不认识人来的不少我很欣慰哎我这点词儿你们都叨叨走了、嗯、以后还得换几句真不错哎满坑满谷哎今儿满了来这么些人嗯都是捧你来的捧我对不是嗯没有是真的你就当真的听我这白费劲了我还高兴你就认为大伙儿是看你来了就行了我就这么认为、啊、单凭相声能来这么些人吗、啊、还有什么大伙儿是因为我的身份很特殊什么身份就别说听我说啊不是我这问问也不行啊问得着吗我跟你不过这个那咱俩还说不说了谁呀、啊、跟你说什么呀你知道我是谁你跟我说我就不认识您才问您呢还是的这不就结了吗什么那就甭说了呢、哎、那没杠牌了那就啊没杠牌了、哎、那咱俩下去得了啊下我还没说完呢您倒是说呀是不说呀你们都不认识我吧都不认识我是一个科学家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的你说这玩意儿哪儿说理去对对对对哎啊从这身段上就看出来了、啊、科学家太没溜了、啊、我哆嗦什么呀你我是一个二手的科学家哎瞧出二手来了了不起啊啊有什么问题大伙儿可以来问我、哦、啊我会宅着我会的回答这还有羞有臊这人你看讨厌呢你也有不会的呀跟科学家说话要规规矩矩的、哎、是没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嘛我这挺客气的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无不知不行通都知道古话说得好 啊, 啊科学家的肚是杂货铺没有这么句话买什么我这就卖什么没有那不是古话那说相声说的这是演员的肚是杂货铺嗯我们是大杂货铺我们是超市、哦、哎喂科学家的肚是超市买卖折 啊, 啊没有有折吗当然有这科学家的肚是超市什么折啊您这你管那个去有学问就行了呗嗯我研究了很多哦很多东西都是我研究是啊哎算打电脑您这特毛豆呢这是打电脑吗这样我是没带着电脑出来我歇你脸上你知道吗您这电脑都这么用了你惹我、嗯、科学家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科学家跟流氓都画等号了哼严禁你看不起科学家知道吗哎这我脸20多科学家上你们家够你受的搞的光吃就得给我吃穷了讨厌嗯讨厌不许瞧不起我没有我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哦涉及很多领域嗯嗯是啊这高兴着呢、嗯、这我喜怒不形于色还不形于色好吧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因为我的身份很不一般嘛、嗯、是吧我知道我是嗯二手的什么科学家我也不知道是爱听科学家呀是爱听这二手的我给你签个字吧没有啊往哪儿签呢带着刀了我给你刻脸上算了算了
啊，算了吧，算了吧，不是不要了，不要了，不要。这会儿还便宜，没有，过会儿可就贵了。算了吧，我研究了很多东西，都研究什么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发明的。什么事？大到航天科技、克隆，小到街头巷尾、日用百货，都研究过。这都是您发明的？那当然了。哦，一进楼道，嗯，黢黑一片。过去得找那小红点摁那灯去，那才亮，灯亮了，嗯，啊，有时候摁错了，灯电着了，哎，这电门还亮呢，这小红点，哎，盒丢了呗，是吧？现在一进楼道，啪，啊，声控，谁研究的？谁呀，啊？科学家都楼了，我。清好了嗓子再说，嗯，我研究的，嗯，当初你们说相声的有人不相信，嗯，你知道有一叫曹云金的人吗？啊，有啊。他不相信，嗯，不能，我说你跟我来吧，嗯，一进楼道很黑，啪，噗，嗯，亮了，亮了，服吗？服吗？信了吗？啊，信不信搁一边，嗯，你打我一嘴巴干嘛，哎，不是拍巴掌啊，黑我看不见我这手，您可看得见他脸啊，嗯，谁让他不信我的，嗯，我要是憋着打人呢， 这都是小的，嗯，日常的这些个，嗯，大的航天科技，航天科技前两天有一个神六，有啊，不，这你知道这大事儿谁不知道啊，神六啊，对，就是根据我命名的。怎么根据您命名的？我没事，我净跟街上神六来着吧，闲散人员啊，神，后来说这叫神六吧，我给研究的，嗯，上天怎么上天？那个不是说说就来的，哦，知道吗？我买了好些个火柴，啊，我把那林面都绞下来，嗯，拼好了贴在神六底下，是啊，做一根大火柴，噌，砰，上去了。神六这么上去了，嗯，我给弄的，知道吗？这都是我克隆，克隆啊，克隆，克隆这门技术，嗯，也是我发明的。哦，克隆啊？什么叫克隆呢？克隆用英文来讲啊，哎，就说中国话了，说中国话了，你也就说说中国话了，嗯，怎么说呢，中国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他医学的临床啊应用还挺麻烦，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几句话说不清楚，嗯，就是复制啊，对，克隆就是复制，复制，对，这就明白了吗？复制我要了亲命，跟你这个智力人没法探讨，你知道吗？我明白了啊，明不是不明，复制怎么不明白啊？明白哈，啊，嗯，哦，那行，我以为这相声演员脑子不行了，因为我们在科学院的时候，我们这些科学家，我们都蹲那儿商量这些东西的时候，站起来一说就都明白什么呀，一点就透，嗯，科学家都蹲着商量事儿啊，嗯，啊，这歇腿嘛，是吧？对，那坐会儿好不好？复制，复制可以复制任何东西哦，包括你。我也能复制？那当然了，哦，复制你需要大约得40块钱左右。我还真便宜啊，差不多40到50吧，多打点50，不定价是吧？嗯，有划价的余地。嗯，买这么一个白瓷罐子，很高，买羊杂碎那白瓷罐子，你别提羊杂碎，哎，拿水冲干了，劲劲的，啊，找一块抹布，啊，里里外外擦干净了，对，必须要擦干净啊，啊，擦干净之后。找这么一根胶皮管，哦，那边有一针头，嗯，知道吗？噔啊，扎你肚子上，哦，啊，这边嘬一口。您这给鱼缸换水呢？这是？你偷汽油也用得着吗？哎，我说这复制，别着急啊，先得弄点血出来好复制啊。哦，基因呢，啊？你这都在这里头呢，是吧？哦，打你身上嘬400斤血，没那么些。啊，哪有400斤呢？少来少来，哎，多少多少做点吧，嗯，还得兑水呢，是吧？这还兑水？做完了，一兑水，搁点盐，搁花椒，搁一张你那相片，盖上盖，插上插销，知道吗？底下有一开关，一摁灯亮，写着煮饭。坐着等着吧，给我搁到电饭煲里头了。等，嗯，一会儿，噔，弹起来了，一掀盖，一个鱼签诞生了。就这么就复制了。后来这门技术被做血豆腐的学会了。说的呢，嗯，克隆，这就是用很简单的道理给你讲清楚。哦，这次我倒明白了。你们这说相声后台很多事情都是向我请教的。都什么事儿啊？你看你们后台有个老演员叫张文顺啊，张先生，张先生啊，嗯，听说还获得了
终身艺术成就奖，对对，前两天颁的奖，还获得了什么最不平衡奖啊，对对对对，这老头有这么大年纪的人，他有事情也要问我、啊、那谁都有不懂的，今天我在后面碰见他了，走、啊、走，还没平衡呢这个、啊、请教一问题、啊、我昨晚上做梦了，怎么回事、嗯、我没事，梦是心头想啊、嗯、不要紧的，嗯，我梦见我是一头牛在山上吃草，哦，我说没事儿，什么没事儿，嗯，我一睁眼我炕上那凉席儿没了，啊，我说这个简单啊、嗯、来俩人送他上医院赶紧快，那用你说呀，那个上医院，嗯，他糊涂，怎么了，做梦是怎么回事，那您讲一讲，人睡着了，大脑的思维没有停止工作，哦，啊，还在继续活动，继续运转，把你曾经遇见的事情，发生过的事情，到过的场景、嗯、又重新再现了一遍，做梦是是，哎，不要把它跟迷信连接起来，是错误的，没关系、啊、对呀、啊、哎，有人说了，说做梦梦见什么有不同的说法，哦，解梦，有人说了，说梦见水很好、哎、代表说明这要发财，哦，水代表财，梦见金鱼这是也是要有钱，这也是钱，梦见小孩坏了，怎么了，这是小人，小孩就是小人，嗯、哦、说最好是梦见到月亮上去摸一把，摸月亮怎么回事，说这能当皇上，嚯，我梦了1000多回摸月亮，您现在还说相声呢，嗨，嗯，看来是不老龄的是吧，根本就没用，有的时候白天经过的事到了晚上、嗯、容易产生联想，是吗，因为有一天中午有人请我吃饭，哦，吃烤鸭，不错，我这个饭量你是知道了，没有，才吃了4只 啊我说我实在吃不了了，您没撑死啊，我还吃了4张饼呢，还有饼，1斤1张的发面饼卷着吃的，有拿发面饼卷烤鸭的吗，吃不了了啊，嗯，我说吃不了了不吃了、哦、晚上又有人请我吃饭，是飞禽火锅，还吃啊，啊，鸡鸽子鹌鹑鹅什么都有，一大火锅里边吃，嗯，晚上睡觉一脑子都是鸟啊，那你就梦见了，各种鸟跟那儿飞呀、啊、嗯，我背着一猎枪，哦，我打呀，打猎打鸟，这儿一只，那儿一只，那儿一只，这儿一只，打不少，大队伍来一只，好，1米多长的大网子，嚯，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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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这大这个，这我得打，正要打都说话了，嗯，别打，别打，鸟说话，我不是鸟，不是鸟，干嘛呢？嗯，我是天使，嚯，天使，对，哪团的？对。哪有团呢，啊，站住了，翅膀落下来了，啊，我是天使，天使你怎么称呼、啊、你管我叫小三儿就行，这天使起这个名字，三儿什么事儿、啊、上帝请您去，上帝谁徒弟，那上帝不是咱这行人知道吗，啊，谁徒弟，啊，不，您甭管了，找您有事儿、哦、啊，说您能跟着我一起上天堂，来吧，来着，我噌就飞起来了。哦，这个高啊，往下一瞧啊，哎呦我的妈呀！啊，得亏我练过，要不飞吐了不可呀！啊，晕呐！来到天堂一瞧啊，这大高楼很大。哦，前面有栅栏门、哦，啊，上着锁，还挂着个牌儿、嗯。天堂左右100米，严禁摆摊儿。啊，天堂还有摆摊儿的？嗯，三叔，你等会儿啊，我给找去啊。嗯，咣咣咣咣，敲门，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是怎么回事？天堂那传达室那大爷姓王。嗯，打传达室出来，三儿回来了，倒口啊，回来了，哎，来来，郭先生来了，刚才开个门，嘎啦嘎啦嘎啦了，我让进来，你等一会儿啊，我跟上帝说一声行啊，嗯，他去了，我搁这站着吧，迎面一个很大的屏风，挂着很多块钟表，表，嗯，都这么大块，嗯，一样齐，无计其数，嚯，而且上边啊这针转的速度不一样，这怎么回事？有的慢，有的快，啊，我说三儿来。这怎么回事，这您不知道啊，啊，人世间有一个男人，天堂里就有一块对应的表，我说那么多呢，这为什么有转得快的有转得慢的呢，是这个好人那个转得就慢，哦，坏人那转得就快，哦，啊，哎，我有一朋友叫于谦，是说我他那块在哪儿呢，找找，哦，他那没在这儿，哪儿去了，上帝拿走啊，当变善用了，啊，我都坏到头了，我都没在，嗯，正说着王大爷出来了，来吧，上帝等着呢，快去吧，啊，这味儿的，推门进来，上帝坐着抽烟呢，正啊，还来，嗯，
坐吧，坐吧。上帝，烟瘾还不小啊！来，坐坐坐坐坐坐坐。烟屁掐了。哎，不是，尚先生，哎。尚先生，帝哥。坐坐坐，兄弟，坐坐坐坐。称兄道弟。哎呀，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啊。这个这么长时间，可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啊！剩下都下地狱了，是吧？喝水，喝水，我不不喝，不喝，不喝，啊！这个什么，老王，弄饭去啊！做饭，咱家来且了，快去弄饭去。这天堂什么词儿啊？这都是弄饭去，就你来了，好好的款待你啊！哦，吃好的。一会儿功夫来了，摊得了，一人一套啊、哦！我这俩鸡蛋的这套煎饼啊啊！我说咱们就吃这个，嗯、啊，没办法。天堂上就咱爷儿四个啊、嗯，小三儿、老王、我、你，实在不值当的起火、嗯、别雇厨子了，先凑合吧，先凑合吧啊、嗯！吃完了往这一坐，我说这天堂就咱们几人怪腻得慌的，嗯，有什么好玩的吗？这个到这儿来不是为了玩哦啊，但是说你要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出来哦，我能实现你的愿望。哎，那您可以提几个？呵，你说这个，提好事儿啊，跟他说呀、啊。我说我希望世界和平的大愿望。这难点儿，难了。实话实说啊，啊，哥们儿，我不是驳你面子。嗨，这上帝怎么那么俗啊？这上帝，因为我是能做到就行，是吧？还点呢，是吧？嗯、这难为我啊。哦，你商量商量别的啊。再提一条吧。啊，你说，嗯，世界和平都做不到。嗯，哎。我有一朋友叫于谦，又想起我来了。你看我带着照片了，哦，长得不好看，你把它变漂亮点行吗？嘿，这可为我好。啊、怎么样这是？我说咱把这烟掐了行不行、啊？你看看这照片，还是说说世界和平的事吧。哎呀，这事儿比世界和平那事儿还费劲呢，恨得我，谁让你撕了？嗯，不行，说不行，你撕它干嘛？嗯，我有用，干嘛？我那留着辟邪使的。行了，撕了，撕了吧。我说你出来，你出来，干嘛？咱俩外边比划、啊。上帝乐了，啪啪啪，把扣解开了。啊，哗一脱，一巴掌宽护心毛。上帝，这儿纹着两条带鱼。对，二龙戏珠。把墨镜戴上，你出来，走，出来，咱俩外边，外边啊。黑社会老大。啊，我心说我怕你这个，嗯，又一琢磨不行啊，怎么了？我就一个人，他们仨啊，还有老王跟三儿呢，啊，就是打不过他们，就是、我蹭就蹦到云彩上边了，啥、啊？闪呢、啊？啊，刚站好，上帝掏出遥控来，嗯，翻，咵，云彩，云彩是他们家养活的，你知道吗？嗨，还有养活云彩的呢，打上面人下来了，嗯，完了非摔死我不可，就是、啊，猛然间砰，这是有人伸手把我接住了，拦住了，落到地下一瞧，呀。谁？这俩像是妖精，怎么呢？一个牛脑袋，一个马脑袋，这就是牛头马面，阴曹地府牛头马面呢。对呀、啊，咱们看过呀。啊，哟，我这两位，谢谢您救命之恩。嗯，您是郭德纲？对，不是，不是，不是，怎么不是、啊？我叫于谦。这时候你提我干嘛呀？于谦，不能。嗯，你哪有那么寒碜去啊？嘿，咱就甭提这个了。就是你。嗯，阎王爷让找你了啊！嗯、哗楞嘎嘣带锁链子，走，哟，阴曹地府森罗宝殿那儿报道去。我说你这不招谁惹谁了吗？啊，去吧。那有好吗？那东西啊，看看。可人家锁着我呢。啊，走走走！我说道太远，我也走不动。嗯、别废话啊，打车走咱们啊。那儿也打车。来了来了来了啊！拦着吧。上车。嗯，走了有十分钟。哦，到了。下车往里边走一瞧，哎呦，森罗宝殿太恐怖了，是吗？这儿立着油锅，底下青烟直冒，上面嘎啦嘎啦啦热油直翻滚呢。哎呦，好些个小鬼都往里边跳，是真的要炸人呢。哎呀，总说下油锅下油锅，今儿瞧见了，今儿看见了啊。嗯，有的是一个扔在里边炸的，哎呀，有的是俩抱了一块儿，嗯，往里边炸的，嗯，还有的把人拍扁了，拍成四方的，拿刀划三道，抖楞抖楞炸的。炸油饼呢这、啊、太可怕了，这有什么可怕的呀？这、啊、太可怕了啊，天天早上不见着吗？这啊，讨厌讨厌，这很瘆人呢，看着炸人呢，这是躲着边扇着吧。嗯、啊、一会儿里边电铃响，铃，阎王爷升殿，
用电铃，呵，很大的一个龙书案，比这个桌子大仨，嚯，呵，摆着扇子、手绢、醒木、玉子都摆齐了，还有玉子啊！说相声啊！一转屏风，阎王爷出来，啊，来到这儿一拍，嗯，哦，远瞧忽忽悠悠啊，近瞧飘飘摇，嗯。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嗯，在水中一冲一冒，是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王林洗澡，嗨，大果小果一块喊，咦，阎王爷点点头，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很欣慰啊，谢谢。啊阎王爷都什么路数？这是吩咐一声来呀，嗯，带人犯哦，牛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脚链子响，嚯，带进仨人来，带着脚镣，头一个于谦，我在那儿，第二个张文顺，张先生，第三个是王文林，哎呦，我们爷仨，仨人进来了啊，嗯，阎王爷看看，于谦在，说我，哼，嗯，敢说相声，怎么了？啊，而且常年的在桌子里边站着。捧哏的吗？藐视本王啊！没有，来呀，嗯，打打！说一声打，大鬼过来了，嗯，拿一个狼牙棒，哟，上面一大脑袋瓜子，带着好些个刺儿，打你这前脸儿，打打打打，还看得看不得了？顺着这儿滋，哦，都是血。嗯，阎王看看，给他领那面墙那儿，嗯，连刷浆都有了啊！哇，嗯，第二个，嗯，张文顺过来，张先生，张先生过来，那，啊，怎么着？还没挣过来，啊，我什么事？我张顺啊，哼，歪个肩膀，嗯，啊，这是诚心呢，嗯，打还打，狼牙棒，棒棒棒，呲，打学，摆那面墙那去啊，嗯，抓云似的。那谁，那王文林呢？王文林呢？王先生，别过来，哎，阎王爷，这有点意思啊，还有意思。王先生倒什么都不怵啊，呵，你还敢晃我啊？嗨，啊。来呀，啊，把这脑袋打四面啊，顶咣顶滋，他这四面喷血啊，站屋子当间就行了啊，嗯，对，啊，嗯，我一瞧我这心里直哆嗦，怎么了？好不了啊，你们仨都给我捧过哏呢，是你们仨都这样，我怎么办呢？您我躲后边瞧着呢啊，阎王爷那喊呢，那个郭德纲啊，叫你了，来来来，他上来，嗯，啊，躲不了啊，嗯，坏了。哗楞哗楞来着，我就过来了。哦，哎，我杨爷，精神可不错。先套词，越来越精神。您挺好的。嗯，别废话。你瞧，套什么词？还费劲。来人呐！啊，给搬一沙发，坐下来，坐这说啊。哦，坐好了。我说不合适，坐坐坐坐坐坐坐。我坐下，杨爷打兜里掏出烟来，来来。我说我刚下去，来来。这上帝跟阎王爷都一个号啊！谢谢谢谢谢谢您啊！这个今儿叫我们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要不提还忘了啊！你们这说相声嘴太损哦！今天饶不了你们几个人啊！来呀，打他！还打？我一瞧那狼牙棒都是血，这打的脸上我受得了吗？是，我说您别这样啊！我这个我岁数也小也年轻啊！您饶了我这次吧，以后我不敢了。嗯，哼，你说不敢就不敢了？是啊，我确实改了，改得了吗？啊，我改得了。哦，那别打了，不打。您这倒痛快啊！别打了，别打了啊！这兑碗热的，快点！还有茶，有牛，有牛，兑碗热的，快点！我说不喝了，不喝，喝喝喝喝喝喝啊！嗯，这样吧，刷浆那仨喊过来啊！也差不多了，刷的。你仨过来了啊？嗯，啊，往这一站，这个死罪已免，活罪难饶。哦，不能就这么饶了你。是，来呀，搭上来！搭什么？说一声搭上来，大鬼小鬼吭哧吭哧搭上来了啊！四个大王八盖子哟，往这一出啊，三个上面写着公，一个上面写着母，这是性别。阎王爷看你们四个钻在王八盖子里边，哦，转世投胎啊，下辈子别当人了，嗯，都当王八去得了哟。我一瞧这可要了命了，怎么转世投胎仨公王八一个母的，嗯，当了公的还则罢了，是当了母的可要了亲命了，怎么呢？这以后河边遇见一开玩笑受得了吗？这个嗨，
谁跟你开玩笑啊？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一打愣、啊、这仨人这快蹭蹭蹭啊，全钻到公盖子里边、啊、转身全都跑了。是，我眼泪都下来了啊！你们仨太坏了，嗯、啊，这会儿才瞧出人性来啊！哦、你们仨变王八跑了，让我变这母的。我一转身，我说阎王爷、嗯，我求求您了啊！我不想当这个，你说不当就不当。是，我说我以后做好人，啊、好，那就别当了。嗯，真不当了。人来的不少，我很欣慰。哎，我这点词儿你们都叨叨走了、嗯、以后还得换几句。真不错，哎，满坑满谷，哎，这满了，来这么些人，嗯，都是捧你来的。捧我？对，不是。嗯，没有。是真的？你就当真的听。我这白费劲了，我还高兴。你就认为大伙是看你来了就行了。我就这么认为。单凭相声能来这么些人吗？哦、还有什么？大伙是因为我的身份很特殊。什么身份？你别说，听我说，嗯。不是我这问问也不行啊。问得着吗？我跟你不过这个。那咱俩还说不说了？谁呀、啊？跟你说什么呀？你知道我是谁？你跟我说，我就不认识您才问您呢。还是的，这么就结了吗？怎么那就甭说了呢？那没杠牌了，那就啊没杠牌。那咱俩下去得了。啊，下我还没说完呢。您倒是说呀，是不说呀？你们都不认识我吧？都不认识。我是一个科学家。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呢，你说这玩意儿哪儿说理去？对，哎，啊，从这身段上就看出来了，科学家太没溜了。啊、我啰嗦什么呀？你，我是一个二手的科学家。哎，瞧出二手来了，哼，了不起啊！啊，有什么问题，大伙儿可以来问我。哦，啊，我会宅着我会的回答。这还是有羞有臊，这人啊，讨厌呢。您也有不会的呀？跟科学家说话要规规矩矩的。嗯，是，没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嘛。我这挺客气的，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无不知不行通，都知道。古话说得好啊，嗯、啊，科学家的肚是杂货铺，没有这么句话。买什么我这就卖什么，没有，那不是古话，那说相声说的，这是。演员的肚是杂货铺，嗯，我们是大杂货铺，我们是超市啊。哎，对，科学家的肚是超市，买折啊？有折吗？当然有折，科学家的肚是超市，什么折啊？您这你管那个去，有学问就行了呗。啊，我研究了很多哦，很多东西都是我研究，是啊，哎，算，打电脑。人家测薄豆呢，这是打电脑吗？这样，我是没带着电脑出来，我歇你脸上，你知道吗？您这电脑都这么用了、啊，你惹我？啊，科学家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科学家跟流氓都画等号了。哼，严禁你看不起科学家，知道吗？哎，这我脸二十多科学家上你们家，够你受的，好的。光吃也得给我吃穷了，讨厌，嗯，讨厌，不许瞧不起我。没有，我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哦，涉及很多领域。嗯，是，我高兴着呢，这。我喜怒不形于色。还不形于色？好吧，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因为我的身份很不一般嘛、嗯、是吧，我知道我是二手的什么科学家。我也不知道是爱听科学家呀，是爱听这二手的。我给你签个字吧。没有啊，往哪儿签呢？带着刀了，我给刻脸上。算了算
算了啊，算了吧，算了吧，不是不要了，不要了，不要，这会儿还便宜，没有，过会儿可就贵了，算了吧，嗯，我研究了很多东西，你都研究什么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发明的，什么事？大到航天科技、克隆，小到街头巷尾、日用百货，都研究过。这都是您发明的？那当然了。哦，一进楼道，嗯，黢黑一片。哦，过去得找那小红点摁那灯去。哎，那才亮。灯亮了。嗯，啊，有时候摁错了，灯电着了。嗨，这电门还亮着呢，这小红点儿。盒丢了呗，是吧？好，现在一进楼道，啊，声控，谁研究的？谁呀？科学家都楼了，我清好了嗓子再说。我研究的，嗯，当初你们说相声的，有人不相信，嗯，你知道有一叫曹云金的人吗？啊，有啊，他不相信，嗯，不能，我说你这么来吧，嗯，一进楼道很黑，啪，腾，亮了，亮了，服吗？服吗？信了吗？啊，信不信搁一边儿，啊，你打我一嘴巴干嘛？不是拍巴掌呢，嘿，我看不见我这手，您可看得见他脸啊？谁让他不信我的？我要是憋着打人呢？这都是小的，嗯，日常的这些个，哦，大的航天科技，航天科技。前两天有一个神六，有啊，不，你知道这大事儿谁不知道啊？神六啊，对，就是根据我命名的。怎么根据您命名的？我没事，我硬跟接上神六来了。我闲散人员啊，神，后来这叫神六吧，我给研究的。嗯，上天怎么上天？那个不是说说就来的哦，知道吗？我买了好些个火柴，我把那林面都绞下来，嗯，拼好了贴在神六底下，是啊，做一根大火柴，噌，上去了，神六这么上去了，我给弄的，知道吗？这都是我克隆，克隆啊，克隆，克隆这门技术，嗯，也是我发明的。哦，克隆啊？什么叫克隆呢？克隆用英文来讲啊，啊，就说中国话了，说中国话。你也就说说中国话了。嗯，怎么说呢？中国话都不知道怎么说。它医学的临床啊，应用，还挺麻烦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几句话说不清楚，就是复制。啊，对，克隆就是复制，复制，对，这就明白了吗？复制我要了亲命，跟你这个智力人没法探讨，你知道吗？我明白了啊，明是不明，复制怎么不明白啊？明白哈 啊，那行，我以为这相声演员脑子不行了，因为我们在科学院的时候，我们这些科学家，我们都蹲那儿商量这些东西的时候，一说就都明白什么呀，一点就透，科学家都蹲着商量事儿啊，啊，就歇腿嘛，是吧？那坐会儿好不好？复制，复制可以复制任何东西哦，包括你，我也能复制。那当然了哦，复制你需要大约得40块钱左右，我还真便宜啊。差不多40到50吧，不打是50，不定价是吧？嗯，有划价的余地。嗯，买这么一个白瓷罐子，嗯，高，买羊杂碎那白瓷罐子，你别提羊杂碎，拿水冲干干净净的啊，找一块抹布啊，里里外外擦干净了，对，必须要擦干净啊，啊，擦干净之后，找这么一根胶皮管，哦，那边有一针头，嗯，知道吧？咚啊，扎你肚子上，哦，啊，往这边嘬一口。您这给鱼缸换水了，这是？你偷汽油也用得着吗？哎，我说这复制，你别着急啊，先得弄点血出来好复制啊。哦，基因呢，啊？你这都在这里头呢，是吧？哦，把你身上做400斤血，没那么些啊？哪是400斤呢？少来少来，哎，多少多少多点吧。嗯，还得兑水呢，是吧？这还兑水？喝完了，一兑水，搁点盐，搁花椒，搁一张你那相片，盖上盖，插上插销，知道吗？底下有一开关，一摁灯亮，写着煮饭。你坐着等着吧，给我搁到电饭煲里头了。嗯，一会儿噔弹起来了，一掀盖，一个鱼签诞生了。就这么就复制了。后来这门技术被做血豆腐的学会了。我说的呢？嗯，克隆，这就很简单的道理，给你讲清楚。
哦，这次我倒明白了。你们这说相声后台很多事情都是向我请教的。都什么事儿啊？你看你们后台有个老演员叫张文顺啊，张先生，张先生啊，嗯，听说还获得了终身艺术成就奖。对对，前两天颁的奖，还获得了什么最不平衡奖。啊，对对对对，这老头有这么大年纪的人，他有事情也要问我。那谁都有不懂的。今天我在后面碰见他了。嗯，怎么？还没平衡呢，这个。啊、请教一问题。嗯、啊，我昨晚上做梦了，怎么回事？嗯，我没事，梦是心头想啊。嗯，不要紧的。嗯，我梦见我是一头牛，在山上吃草。哦，我说没事，什么没事？嗯，我一睁眼，我炕上那凉席没了。啊。我说这个简单啊，嗯，来俩人送他上医院，赶紧快。那就你说呀，那个上医院，嗯，他糊涂了，怎么了？做梦是怎么回事？那您讲一讲。人睡着了，大脑的思维没有停止工作，哦，啊，还在继续活动，继续运转。把你曾经遇见的事情、发生过的事情、到过的场景，嗯，又重新再现了一遍。哦，做梦是是，哎，不要把它跟迷信连接起来，是错误的，没关系。对呀、啊，哎，有人说了，说做梦梦见什么有不同的说法。哦，解梦。有人说了，说梦见水很好，代表说梦见要发财。哦，水代表财。梦见金鱼，这是也是要有钱。我这也是钱。梦见小孩，坏了，怎么了？这是小人。小孩就是小人。嗯。啊、哦。说最好是梦见到月亮上去摸一把。摸月亮怎么回事？说这能当皇上。嚯、哦！我梦了1000多回摸月亮。您现在还说相声？嗨，嗯，看来是不老龄的是吧？根本就没用。有的时候白天经过的事儿，到了晚上、啊，容易产生联想，是吗？那有一天中午有人请我吃饭，哦，吃烤鸭，不错。我这个饭量你是知道了，没？才吃了4只啊！啊，我说我实在吃不了了。您没撑死啊？我还吃了4张饼呢，还有饼，一斤一张的发面饼，卷着吃的。有拿发面饼卷烤鸭的吗？吃不了了啊！嗯，我说吃不了了，不吃了。哦，晚上又有人请我吃饭，是飞禽火锅，还吃啊？啊，鸡、鸽子、鹌鹑、鹅，什么都有，一大火锅里边吃。嗯，晚上睡觉一脑子都是鸟啊！梦见了各种鸟跟那儿飞呀。嗯，我背着一猎枪，哦，我打呀，打猎，打鸟，这儿一只，那儿一只，那儿一只，这儿一只，打不少。大队过来一只，好，1米多长的大膀子，嚯、哦，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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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这大这个，这我得打，正要打都说话了，嗯，别打，别打，鸟说话，我不是鸟，不是鸟，说完了，嗯，我是天使，嚯，天使，对，哪团的？对，天使哪有团呢？啊，嗯，站住了，翅膀落下来了，啊，我是天使，天使，你怎么称呼？你管我叫小三儿就行。这天使起这个名字，三儿，什么事儿？啊，上帝请您去。上帝，谁徒弟？上帝不是咱这行人，知道吗？啊，谁徒弟？啊，说您甭管了，找您有事儿、哦、啊，说您能跟着我一起上天堂，来吧，来着我噌就飞起来了。哦，这个高我往下一瞧啊，哎呦我的妈呀！啊，得亏我练过，要不飞吐了不可呀！啊，晕呐！来到天堂一瞧啊，这大高楼很大哦，前面有栅栏门、哦、啊，上着锁，还挂着个牌儿，嗯，天堂左右100米严禁摆摊儿。啊，天堂还有摆摊儿的？啊。三叔，你等会儿啊，我给找去。嗯，咣咣咣咣，敲门。王大爷，王大爷，大爷是怎么回事？天堂那传达室那大爷姓王。姓啥？大传达室出来，三儿回来了，老好啊，回来了。哎，来来，郭先生来了，快来，开开门，嘎啦嘎啦嘎啦来，嗯、我让进来。你等一会儿啊，我跟上帝说一声行啊。对、嗯，他去了，我搁这站着吧。迎、嗯、面一个很大的屏风，挂着很多块钟表，表，嗯。都这么大块，嗯，一样齐，无计其数，嚯、哦！而且上边啊，这针转的速度不一样，这怎么回事？有的慢，有的快啊！老三儿，来，这怎么回事？这您不知道啊？啊，人世间有一个男人，天堂里就有一块对应的表。我说那么多呢，这为什么有转的快的，有转的慢的呢？是这个好人那个转的就慢，哦，坏人那转的就快，哦，啊，哎。我有一朋友叫于谦，就说我，他那块在哪儿呢？找找。哦，他那没在这儿，哪儿去了？上帝拿走啊，当电扇用了。啊！我都坏到头了，我都。没在。
正说着，王大爷出来了，来吧，上帝等着呢，回去吧。啊，这味儿的。推门进来，上帝坐着抽烟呢，正。啊。还来？嗯。坐吧，坐吧。上帝，烟瘾还不小啊！来，坐坐坐坐坐坐坐。烟屁掐了。哎，不是，邵先生，哎。邵先生。帝哥。坐坐坐，兄弟，坐坐坐坐，称兄道弟。嗯，哎呀，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啊，啊这个这么长时间，可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啊！剩下都下地狱了，是吧？喝水，喝水，喝不不喝不喝不喝啊！那、这个什么，老王，弄饭去啊！做饭，咱家来茄了，快去弄饭去。这天堂什么词儿啊？这都弄饭去，就你来了，好好的款待你啊！哦，是好的。一会儿功夫来了。餐得了，一人一套啊、哦！我这俩鸡蛋的这套煎饼啊啊！我说咱们就吃这个，嗯，没办法，天堂上就咱爷四个啊，嗯，小三老王我你、嗯，实在不值当的起火啊！别雇厨子了，先凑合吧，先凑合吧啊！嗯，吃完了往这一坐，我说这天堂就咱们几个人怪腻得慌的，嗯，有什么好玩的吗？说这个到这儿来不是为了玩哦啊，但是说你要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出来哦，我能实现你的愿望。哎，那您可以提几个。你说这个，提好事儿啊，跟他说呀、啊。我说我希望世界和平的大愿望，这难点儿，难了。实话实说啊，啊，哥们儿，我不是驳你面子。嗨，这上帝怎么那么俗啊？这上帝，因为我是能做到就行，是吧？还点呢，是吧？这难为我啊、嗯。哦，你商量商量别的啊。再提一条吧。啊，你说。嗯，世界和平都做不到。嗯，哎，我有一朋友叫于谦，又想起我来了。你看，我带着照片了。哦，长得不好看，你把它变漂亮点行吗？嘿，这可为我好。啊、怎么样？这是？我说，咱把这烟掐了，行不行？你看看这照片，还是说说世界和平的事吧。哎呀。比世界和平那事儿还费劲呢，恨得我，谁让你撕了？啊，不行说不行，你撕它干嘛？啊，我有用，干嘛？我那留着辟邪使的。行了，撕了撕了吧。我说你出来，你出来，干嘛？咱俩外边比划、啊。上帝乐了，啪啪啪，带扣解开了，啊，哗一拖，一巴掌宽护心毛。上帝，这儿纹着两条带鱼，二龙戏珠，把墨镜戴上，你出来，走，出来。他在外边，外边啊！黑社会老大啊！我心说怕你这个，嗯，这位怎么不行啊？怎么了？我就一个人，他们仨啊，还有老王跟三儿呢，啊，就是打不过他们，就我蹭就蹦在云彩上边了，啊，闪呢、啊，啊，刚站好，上帝掏出遥控来，嗯，翻，哗，云彩，云彩是他们家养活的，你知道吗？嗨，还有养活云彩的呢，打上面人下来了，嗯，完了非摔死我不可，就是，猛然间，砰！这是有人伸手把我接住了，拦住了，落到地一瞧，哟，谁？这俩像是妖精，怎么呢？一个牛脑袋，一个马脑袋，这就是牛头马面，阴曹地府牛头马面呢。对呀、啊，咱们看过呀。啊，哟，我这两位谢谢您救命之恩。嗯、啊，您是郭德纲？对，不是，不是，不是，怎么不是？我叫于谦。这时候你提我干嘛呀？啊、于谦，不能。嗯，您哪有那么寒碜去啊？嘿，咱就甭提这个了。就是你，嗯，阎王爷让找你了啊！嗯、哗楞嘎嘣带锁链的，走，哟，阴曹地府三多宝殿那儿报道去。说你这不招谁惹谁了吗？啊，去吧。那有好吗？那东西啊，看看。可人家锁着我呢。啊、嗯，走走走，我说道太远，我也走不动。嗯，别废话啊，打车走咱们啊。那儿也打车来了，来了，来了啊！拦着吧，上车。嗯，走了有十分钟，哦，到了，下车往里边走，一瞧，哎呦，三多宝殿太恐怖了，是吗？这儿立着油锅，底下青烟直冒，上面嘎啦嘎啦啦热油直翻滚呢。哎呦，好些个小鬼都往里边跳，是真的要扎人呢。哎呀，总说下油锅，下油锅，今儿瞧见了，这看见了啊。嗯，有的是一个扔在里边炸的，哎呀，有的是俩抱了一块儿，嗯，往里边炸的，嗯，还有的把人拍扁了，拍成四方的，拿刀划三道，走楞走楞炸的，炸油饼呢这、啊，太可怕了！这有什么可怕的呀？这啊，太可怕了啊！天天早上不见着吗？这啊，
讨厌，讨厌，这很瘆人呢，看着啥人呢？这是你躲着边伸着吧。啊，一会儿里边电铃响的，铃阎王爷升殿，用电铃，这很大的一个龙书案，哦，比这个桌子大仨，嚯，哼，摆着扇子、手绢、醒目、玉子都摆齐了，还有玉子啊，说相声啊，一转屏风，阎王爷出来，啊，来到这一拍，嗯，哦，满墙忽悠悠啊。锦桥飘飘摇，嗯，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嗯，在水中一冲一冒，是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亡灵洗澡，嗨，大鼓小鼓一块喊，滴，阎王爷点点头，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很欣慰啊，谢谢。啊阎王爷都什么路数？这是吩咐一声来呀，啊，带人犯哦，由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脚链子响，嚯，哦，带进仨人来，带着脚镣，头一个于谦，嗯，我在那儿，第二个张文顺，张先生，第三个是王文林，哎呦，我们爷仨仨人进来了啊，嗯，阎王爷看看，于谦在，说我，哼，嗯，敢说相声，怎么了啊？而且常年的在桌子里边站着。捧哏的吗？藐视本王啊！没有，来呀，嗯，打打！说一声打，大鬼过来了，嗯，拿一个狼牙棒，哟，上面一大脑袋瓜子带着好些个刺儿，打你这前脸，打打打打，还看得看不得了？顺着这儿，滋，哦，都是血。嗯，阎王看看，给他领那面墙那儿，嗯，别刷浆都有了啊！嚯，哦，第二个，嗯，张文顺过来，张先生，张先生过来，那，啊，怎么了？啊，还没挣过来，啊，我什么事儿？我张顺啊，哼，歪个肩膀，嗯，啊，这是诚心呢，嗯，打还打，老牙棒，棒棒棒，呲，打学了，在那边墙那去，啊，嗯，啊，嗯，抓云似的。那谁？那王文林呢？王文林呢？王先生，得过来。哎，杨爷，这有点意思啊，还有意思。王先生倒什么都不怵啊，呵，你还敢晃我啊？嗨，啊。把这脑袋打四面啊，顶光顶滋，还得四面喷血啊，站屋子张面就行了啊，嗯，对，啊，嗯，我一瞧我这心里直哆嗦，怎么了？好不了啊，你们仨都给我捧过哏呢，是你们仨都这样，我怎么办呢？您我躲后边瞧着呢啊，阎王爷那喊着，那个郭德纲啊，找你了，来来来，上来啊，躲不了啊，嗯，坏了，哗楞哗楞揽着我就过来了。哦，我杨爷，精神可不错。先套词，越来越精神。您挺好的。嗯，别废话。呀，套什么词？还费劲。来人呐！啊，给搬一沙发，坐下，坐这儿说啊。哦，坐好了。我说不合适，坐坐坐坐坐坐坐。我坐下，杨爷打兜里掏出烟来，来来。我说我刚掐出几个来。这上帝跟阎王爷都一个号啊，谢谢谢谢谢谢您啊，这个今儿叫我们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要不提还忘了啊，你们这说相声嘴太损哦，今天饶不了你们几个人啊，来呀，打他，还打，我一瞧那狼牙棒都是血，这打的脸上我受得了吗？是，我说您别这样啊，我这个我岁数也小也年轻啊，您饶了我这次吧，以后我不敢了。嗯，哼，你说不敢就不敢了。是啊，我确实改了，改得了吗？啊，我改得了。哦，那别打了，啊，不打，您这倒痛快啊，别打了别打了啊，给兑碗热的，快点，还有茶，给牛给牛，给兑碗热的，快快。我说不喝了，不喝，喝喝喝喝喝喝啊，嗯，这样吧，刷浆那仨喊过来啊，也差不多了，刷的你仨过来了啊，嗯，啊，往这一站，这个死罪已免，活罪难饶，哦，不能就这么饶了你，是，来啊，搭上来，搭什么？说一声搭上来，大鬼小鬼咔嚓咔嚓搭上来了啊，四个大王八盖子哟，往这一出啊，三个上面写着公，一个上面写着母，这是性别。阎王爷看看你们四个钻在王八盖子里边，哦，转世投胎啊，下辈子别当人了，嗯，都当王八去得了哟。我一瞧这可要了命了，怎么转世投胎仨公王八一个母的，嗯，当了公的还则罢了，是当了母的可要了亲命了，怎么呢？这以后河边遇见一开玩笑受得了吗？这个嗨。
谁跟你开玩笑啊？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一打愣，这仨人这快蹭蹭蹭啊，全钻到宫盖子里边，转身全都跑了。是，我眼泪都下来了啊！你们仨太坏了，嗯，这会儿才瞧出人性来啊！你们仨变王八跑了，让我变这母的。我一转身，我说阎王爷，我求求您了啊！我不想当这个，你说不当就不当。是，我说我以后做好人，好，那就别当了。嗯，真的。我这点词儿你们都叨叨走了，以后还得换几句，真不错。哎，满坑满谷，哎，今儿满了，来这么些人，嗯，都是捧你来的。捧我？对，不是。嗯，没有。是真的。你就当真的听。我这白费劲了，我还高兴。你就认为大伙是看你来了就行了。我就这么认为。单凭相声能来这么些人吗？哦，还有什么？大伙儿是因为我的身份很特殊。什么身份？你别说话，听我说。嗯，不是，我这问问也不行啊。问得着吗？我跟你不过这个。那咱俩还说不说了？谁呀？跟你说什么呀？你知道我是谁？你跟我说。我就是不认识您才问您呢。还是的，这不就结了吗？什么？那就甭说了，那就。哎，那没杠牌了，那就啊，没杠牌了。那咱俩下去得了。啊，下，我还没说完呢。您倒是说呀，是不说呀？你们都不认识我吧？都不认识。我是一个科学家。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呢。你说这玩意儿哪儿说理去？对，啊！从这身段上就看出来了，科学家太没溜了。我哆嗦什么呀？你？我是一个二手的科学家。哎，瞧出二手来了，了不起啊！啊，有什么问题，大伙儿可以来问我。哦，啊，我会宅着我会的回答。嗯，这还有羞有臊，这人。你看。讨厌呢，您也有不会的呀。跟科学家说话要规规矩矩的。哎，不是，没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嘛。我这挺客气的。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无不知不行通，都知道。古话说得好啊，嗯，科学家的肚是杂货铺，没有这么句话。买什么我这就卖什么。没有，那不是古话，那说相声说的。这是演员的肚是杂货铺。嗯，我们是大杂货铺。我们是超市。哦，哎，喂，科学家的肚是超市，买卖折啊？啊，没有，有折吗？当然有折。科学家的肚是超市，什么折呀，啊？您这是？你管那个去，有学问就行了呗。嗯，我研究了很多，哦，很多东西都是我研究。是啊。哎，算，打电脑。您这特薄豆呢？这是打电脑吗？这样。我是没带着电脑出来，我歇你脸上，你知道吗？您这电脑都这么用了，你惹我？嗯，科学家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科学家跟流氓都划等号了。哼，严禁你看不起科学家，知道吗？哎，这我脸二十多科学家上你们家够你受的，好的，光吃也得给我吃穷了。讨厌，嗯，讨厌。不许瞧不起我。没有，我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哦，涉及很多领域。嗯嗯，是啊。这高兴着呢，这。我喜怒不形于色。还不形于色？好嘛，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因为我的身份很不一般嘛，嗯，是吧？我知道我是二手的什么科学家。是爱听科学家呀，是爱听这二手的。我给你签个字吧。哎呀，啊，往哪儿签呢？带着刀了，我给刻脸上。算了，算了，啊，算了吧，算了吧。不是，不要了，不要了，不要。这会儿还便宜，没有，过会儿可就贵了。算了吧，嗯，我研究了很多东西。你都研究什么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发明的。什么事啊？大到航天科技克隆，小到街头巷尾日用百货，都研究过。这都是您发明的？那当然了。哦，一进楼道，嗯，黢黑一片。
过去得找那小红点摁那灯去，啊，那才亮，灯亮了，嗯，啊，有时候摁错了，灯电着了，哎，这电门还亮呢，这小红点，哎，盒丢了呗，是吧？现在一进楼道，啊，声控，谁研究的？谁呀，啊？科学家都楼了，我。清好了嗓子再说，嗯，我研究的，嗯，当初你们说相声的有人不相信，嗯，你知道有一叫曹云金的人吗？啊，有啊。他不相信，嗯，不能，我说你跟我来吧，嗯，一进楼道很黑，啪，腾，嗯，亮了，亮了，服吗？服吗？信了吗？啊，信不信搁一边，嗯，你打我一嘴巴干嘛，哎，不是拍巴掌啊，黑，我看不见我这手，您可看得见他脸啊，嗯，谁让他不信我的，我要是憋着打人呢， 这都是小的，嗯，日常的这些个，哦，大的航天科技，航天科技前两天有一个神六，有啊，不，你知道这大事儿谁不知道啊，神六啊，对，就是根据我命名的，怎么根据您命名的，我没事，我净跟街上神六来着，闲散人员啊，神，后来说这叫神六吧，我给研究的，嗯，上天怎么上天，那个不是说说就来的，哦，知道吗，我买了好些个火柴，我把那林面都绞下来，嗯，拼好了贴在神六底下，是啊，做一根大火柴，噌，噗，上去了，神六这么上去了，我给弄的，知道吗，这都是我克隆，克隆啊，克隆，克隆这门技术，嗯，也是我发明的，哦，克隆啊，什么叫克隆呢，克隆用英文来讲啊，哎，就说中国话吧，说中国话，您也就说说中国话了，嗯，怎么说呢，中国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他医学的临床啊应用还挺麻烦，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几句话说不清楚，就是复制啊，对，克隆就是复制，复制，对，这就明白了吗，复制，我要了亲命，跟你这个智力人没法探讨，你知道吗，我明白了啊，不是，不，复制怎么不明白啊，明白哈，啊，那行，我以为这相声演员脑子不行了，因为我们在科学院的时候，我们这些科学家我们都蹲那儿商量这些东西的时候，站起来一说就都明白，什么呀，一点就透，嗯，科学家都蹲着商量事儿啊，嗯，啊，这是就歇腿嘛，是吧，对，那么坐会儿好不好，复制，复制可以复制任何东西，哦，包括你，我也能复制，那当然了，哦，复制你需要大约得40块钱左右，我还真便宜啊，差不多40到50吧，多打点50，不定价是吧，嗯，有划价的余地，嗯，买这么一个白瓷罐子，嗯，高，买羊杂碎那白瓷罐子，你别提羊杂碎，哎，拿水冲干干净净的，啊，找一块抹布，啊，里里外外擦干净了，对，必须要擦干净 啊，擦干净之后找这么一根胶皮管，哦，那边有一针头，嗯，知道吗，噔啊，扎你肚子上，哦，啊，这边嘬一口，您这给鱼缸换水呢，这是，你偷汽油也用得着吗，哎，我说这复制，就别着急啊，先得弄点血出来好复制啊，哦，基因呢，啊，你这都在这里头呢，是吧，哦哦，把你身上嘬400斤血，没那么些啊，哪有400斤呢，少来少来，哎，多少多少嘬点吧，嗯，还得兑水呢，是吧，这还兑水，嘬完了一兑水，搁点盐，搁花椒，搁一张你那相片，盖上盖，插上插销，知道吗，底下有一开关，一摁灯亮，写着煮饭啊，坐着等着吧，给我搁到电饭煲里头了，嗯，一会儿灯弹起来了，一掀盖，一个鱼签诞生了，就这么就复制了，后来这门技术被做血豆腐的学会了，我说的呢，嗯，克隆，这就是用很简单的道理给你讲清楚，哦，这我倒明白了，你们这说相声后台很多事情都是向我请教的，都什么事儿啊，你看你们后台有个老演员叫张文顺啊，张先生，张先生啊，嗯，听说还获得了终身艺术成就奖，对对，前两天颁的奖，还获得了什么最不平衡奖啊，对对对对，那老头有这么大年纪的人，他有事情也要问我，啊，那谁都有不懂的，今天我在后面碰见他了，嗯，大哥还没平衡呢，这个，啊，请教一问题，啊，我昨晚上做梦了，怎么回事，嗯，我没事
梦是心头想啊，嗯，不要紧的，嗯，我梦见我是一头牛，在山上吃草。哦，我说没事儿，什么没事儿？嗯，我一睁眼，我炕上那凉席儿没了。啊，我说这个简单啊。来俩人送他上医院，赶紧快！那用你说呀，那个上医院，嗯，他糊涂，怎么了？做梦是怎么回事？那您讲一讲。人睡着了，大脑的思维没有停止工作，哦，啊，还在继续活动，继续运转。把你曾经遇见的事情、发生过的事情、到过的场景，啊，又重新再现了一遍。哦，做梦是是，哎，不要把它跟迷信连接起来，是错误的，没关系。对呀，哎，有人说了，说做梦梦见什么有不同的说法。哦，解梦。有人说了，说梦见水很好，代表说明是要发财。哦，水代表财。梦见金鱼，这是也是要有钱。我这也是钱。梦见小孩坏了，怎么了？这是小人。小孩就是小人。嗯，说最好是梦见到月亮上去摸一把。摸月亮怎么回事？说这能当皇上。嚯，我梦了一千多回摸月亮。您现在还说相声呢？嗨，嗯，看来是不老龄的是吧？根本就没用。有的时候白天经过的事儿，到了晚上，容易产生联想。是吗？那有一天中午有人请我吃饭，哦，吃烤鸭，不错。我这个饭量你是知道了，没有，才吃了四只啊。啊，我说我实在吃不了了。您没撑死啊？我还吃了四张饼呢，还有饼，一斤一张的发面饼卷着吃的。有拿发面饼卷烤鸭的吗？吃不了了啊。嗯，我说吃不了了，不吃了。哦，晚上又有人请我吃饭，是飞禽火锅。还吃啊？啊，鸡、鸽子、鹌鹑、鹅，什么都有，一大火锅里边吃。嗯，晚上睡觉一脑子都是鸟啊。梦见了各种鸟跟那儿飞呀。嗯，我背着一猎枪，哦，我打呀，打猎打鸟，这儿一只那儿一只，那儿一只这儿一只，打不少。打对过来一只，好，一米多长的大网子，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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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这大这个，嗯，这我得打，正要打都说话了，嗯，别打，别打，鸟说话，我不是鸟，不是鸟，干嘛呢？嗯，我是天使，嚯，天使，对，哪团的？对，天使哪有团呢？啊，站住了，翅膀落下来了，啊，我是天使。天使怎么称呼？你管我叫小三儿就行。这天使起这个名字，三儿，什么事儿？啊，上帝请您去。上帝，谁徒弟？那上帝不是咱这行人，知道吗？啊，谁徒弟？啊，说您甭管了，找您有事儿，哦，啊，说您能跟着我一起上天堂，来吧。来着我噌就飞起来了。哦，这个高啊，往下一瞧啊，哎呦我的妈呀！啊，得亏我练过，要不飞吐了不可呀！啊，晕呐！来到天堂一瞧啊，这大高楼很大。哦，前面有栅栏门，哦，啊，上着锁，还挂着个牌儿，嗯，天堂左右100米，严禁摆摊儿。啊，天堂还有摆摊儿的？嗯，三叔，你等会儿啊，我给找去啊。嗯，咣咣咣咣，敲门，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是怎么回事？天堂那传达室那大爷姓王。嗯，打传达室出来，三儿回来了，倒口啊，回来了，哎，来来，郭先生来了，过来，开开门，嘎啦嘎啦嘎啦了，我让进来，你等一会儿啊，我跟上帝说一声行啊，嗯，他去了，我跟这站着吧，迎面一个很大的屏风，挂着很多块钟表，表，嗯，都这么大块，一样齐，无计其数，嚯，而且上边啊，这针转的速度不一样，这怎么回事？有的慢，有的快，啊，我说三儿来。这怎么回事？这您不知道啊？啊，人世间有一个男人，天堂里就有一块对应的表。我说那么多呢？这为什么有转得快的，有转得慢的呢？是这个好人那个转的就慢，哦，坏人那转的就快。哦，啊，哎，我有一朋友叫于谦，是说我，他那块在哪儿呢？找找。哦，他那没在这儿，哪儿去了？上帝拿走啊，当电扇用了。啊。我都坏到头了，我都没在。正说着，王大爷出来了，来吧，上帝瞪着呢，快去吧。啊，这味儿的。推门进来，上帝坐着抽烟呢，正。啊，还来？嗯，坐吧，坐吧。上帝，烟瘾还不小啊？来，坐坐坐坐坐坐坐，烟屁掐了。哎，不是，尚先生，哎，尚先生，帝哥。坐坐坐，兄弟，坐坐坐坐，称兄道弟。哎呀，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啊，
这个这么长时间可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啊，剩下都下地狱了，是吧？喝水喝水，我不喝哈哈啊。这个什么老王，弄饭去啊，做饭，咱家来茄了，快去弄饭去。这天堂什么词儿啊，这都是弄饭去，就你来了，好好的款待你啊。哦，吃好的。一会儿功夫来了，摊得了，一人一套。哦，我这俩鸡蛋的这套煎饼啊。啊，我说咱们就吃这个。嗯，没办法，天堂上就咱爷四个啊。嗯，小三儿、老王、我、你，实在不值当的起火。嗯，别雇厨子了，先凑合吧，先凑合吧啊。嗯，吃完了往这一坐，我说这天堂就咱们几人，怪腻得慌的。嗯，有什么好玩的吗？这个到这儿来不是为了玩哦啊，但是说你要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出来哦，我能实现你的愿望。哎，那您可以提几条。呵，你说这个提好事儿啊，跟他说呀、啊、我说我希望世界和平的大愿望。这难点儿，难了，实话实说啊。啊，哥们儿，我不是驳你面子。嗨，这上帝怎么那么俗啊，这上帝。因为我是能做到就行，是吧？还点呢，是吧？嗯，这难为我啊。哦，你商量商量别的啊。再提一条吧。啊，你说。嗯，说世界和平都做不到。嗯，哎，我有一朋友叫于谦，又想起我来了。你看我带着照片了。哦，长得不好看，你把它变漂亮点行吗？嘿，这可为我好。啊，怎么样这是？我说咱把这烟掐了行不行啊？你看看这照片，还是说说世界和平的事吧。哎呀，我这事儿比世界和平那事儿还费劲呢，是吧？恨得我，谁让你撕了？啊，不行说不行，你撕它干嘛？啊，我有用。干嘛？我那留着辟邪使的。行了，撕了撕了吧。我说你出来，你出来。咱俩外边比划，上帝乐了，啪啪啪把扣解开了啊，哗一脱，一巴掌宽护心毛，上帝这儿纹着两条带鱼，对，二龙戏珠，把墨镜戴上，你出来，走出来，咱俩外边外边啊，黑社会老大啊，我心说我怕你这个，嗯，又一琢磨不行啊，怎么了？我就一个人，他们仨啊，还有老王跟三儿呢，啊，就是打不过他们，就我噌就蹦到云彩上边了，啊，闪呢，啊，刚站好，上帝掏出遥控来，嗯。翻，哗，云彩，云彩是他们家养活的，你知道吗？嗨，还有养活云彩的呢，打上面人下来了，嗯，完了非摔死我不可，就是，猛然间，砰，这是，有人伸手把我接住了，拦住了，落到地一瞧，哟，谁？这俩像是妖精，怎么呢？一个牛脑袋，一个马脑袋，这就是牛头马面，阴曹地府牛头马面呢？对呀，咱们看过呀，啊，哟，我这两位谢谢您救命之恩，嗯，您是？郭德纲，对，不是不是不是，怎么不是、啊、我叫于谦。这时候你提我干嘛呀、啊、于谦不能，嗯，你哪有那么寒碜去啊，嘿，咱就甭提这个了，就是你，嗯、啊、阎王爷让找你了啊，嗯、哗楞嘎嘣带锁链的走，哟，阴曹地府森罗宝殿那儿报道去。我说你这不招谁惹谁了吗？啊，你去吧，那有好吗？那东西啊，看看，可人家锁着我呢，啊，走走走，我说道太远，我也走不动。嗯，别废话啊，打车走咱们啊。那儿也打车。来了来了来了啊！拦着吧。上车。嗯，走了有十分钟。哦，到了，下车往里边走，一瞧，哎呦，森罗宝殿太恐怖了。是吗？这儿立着油锅，底下青烟直冒，上面嘎啦嘎啦啦热油直翻滚呢。哎呦，好些个小鬼都往里边跳。是真的。要炸人呢。哎呀，总说下油锅下油锅，今儿瞧见了，今儿看见了啊。嗯，有的是一个扔在里边炸的。哎呀，有的是俩抱着一块儿，嗯，往里边炸的。嗯，还有的把人拍扁了，拍成四方的，拿刀划三道，抖楞抖楞炸的，炸油饼呢这、啊、太可怕了。这有什么可怕的呀？这啊，太可怕了啊！天天早上不见着吗？这啊。讨厌讨厌，这很瘆人呢，看着啥人呢，这是躲着边扇着吧。啊，一会儿里边电铃响的铃，阎王爷升殿，用电铃，这很大的一个龙书案、哦、比这个桌子大仨，嚯，哼，摆着扇子手绢醒目玉子都摆齐了，还有玉子啊、嗯、说相声啊，一转屏风，阎王爷出来、哦、来到这一拍，嗯，哦，远瞧忽忽悠悠啊，近瞧飘飘摇摇，嗯，
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嗯，在水中一冲一冒，是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王文林洗澡。嗨，大鼓小鼓一块喊，咦！阎王爷点点头，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很欣慰啊，谢谢。啊阎王爷都什么路数？这是吩咐一声来呀、啊！带人犯哦，又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脚链子响，嚯、哦，带进仨人来，带着脚镣，头一个于谦、嗯，我在那儿；第二个张文顺，张先生；第三个是王文林。哟，我们爷仨仨人进来了啊！嗯，阎王爷看看，于谦在，说我，哼、嗯，敢说相声？怎么了？啊！而且常年的在桌子里边站着。捧哏的吗？藐视本王啊！没有，来呀，打、嗯、打！说一声打，大鬼过来了，嗯、拿一个狼牙棒，哟，上面一大脑袋瓜子，带着好些个刺儿，打你这前脸儿，打打打打，还看得看不得了？顺着这儿滋、哦，都是血。嗯，阎王看看，给他领那面墙那儿、嗯，连刷浆都有了啊！嚯、哦嗯！第二个，嗯，张文顺过来，张先生，张先生过来，啊，怎么着？啊还没挣过来、啊、我什么事我张顺啊哼歪个肩膀嗯啊这是诚心呢嗯打还打狼牙棒棒棒棒呲打学摆那面墙那去啊嗯刷云似的那谁那王文林呢王文林呢王先生这过来哎杨爷这有点意思啊还有意思王先生倒什么都不处啊呵你还敢晃我啊对啊来呀、啊！打这脑袋打四面啊！顶咣顶滋，他这四面喷血啊！站屋子张架就行了啊！嗯，对，嗯，我一瞧，我这心里直哆嗦。怎么了？好不了啊！啊！你们仨都给我捧过哏呢。是。你们仨都这样，我怎么办呢？您。我躲后边瞧着呢。啊！阎王爷那喊呢，那个郭德纲啊，叫你了。来来来，上来。嗯、啊。躲不了啊！嗯。坏了。哗楞哗楞来着我就过来了、哦、哎我说阎王爷精神可不错先套词越来越精神、嗯、您挺好的嗯别废话你啊套什么词还费劲来人呢啊给搬一沙发坐下来坐这说啊、哦、坐好了我说不合适坐坐坐坐坐坐坐我坐下阎王爷打兜里掏出烟来 来, 来我说我刚掐进去来来这上帝跟阎王爷都一个号啊谢谢谢谢谢谢您啊这个今儿叫我们来什么事什么事儿啊你要不提还忘了啊你们说相声嘴太损哦今天饶不了你们几个人啊来呀打他还打我一瞧那狼牙棒都是血这打的脸我受得了吗是我说您别这样啊我这个我岁数也小也年轻啊您饶了我这次吧以后我不敢了嗯你说不敢就不敢了是啊我确实改了、改得了吗啊我改得了哦那别打了、不打您这倒痛快啊别打了别打了啊这对碗热的快点还有茶小牛小牛对碗热的快点我说不喝了不喝喝喝喝喝喝喝啊嗯这样吧刷浆那仨喊过来啊也差不多了刷的你仨过来了啊、嗯、啊往这一站这个死罪已免活罪难饶哦不能就这么饶了你是来呀搭上来搭什么说一声搭上来大鬼小鬼咔嚓咔嚓搭上来了啊四个大王八盖子哟往这一出啊三个上面写着公一个上面写着母这是性别阎王爷看你们四个钻到王八盖子里边、哦、转世投胎啊下辈子别当人了嗯都当王八去得了哟我一瞧这可要了命了怎么转世投胎仨公王八一个母的嗯当了公的还则罢了是当了母的可要了亲命了怎么呢这以后河边遇见一开玩笑受得了吗这个嗨谁跟你开玩笑啊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一打乱、啊、这仨人这快蹭蹭蹭啊全钻到公盖子里边、哦、转身全都跑了是我眼泪都下来了啊你们仨太坏了嗯这会儿才瞧出人性来啊、哦、你们仨变王八跑了让我变这母的我一转身我说阎王爷、嗯、我求求您了啊我不想当这个你说不当就不当是我说我以后做好人、嗯、好那就别当了嗯真的